重庆是一个好山好水，有数不尽的美食，著名的3D 魔幻城市，来了你就走不出去的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直辖市。全国人民都知道重庆的火锅非常的有名，然后也非常的地道。除了火锅的话，小面，重庆小面也非常的有名。重庆令我最大最大最大的变化是桥修的越来越多了，我每次回去就新修了一座桥，就交通越来越发达。啷个，大概的意思就是怎么了。冷个，就这样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一啷个冷个，就是你怎么能这样呢？重庆越来越好，然后重庆妹儿都越来越漂亮，重庆崽儿都越来越帅。